第二，我在第四。这是我的电话卡。你要学有黑的，我要喊的，我要打。你买完我再看。再搁那摆的，你叫毛哥，我来，我要跑龙嘛。快进。来完了。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这猫八百啊！哦，你看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买猫你不知道吗？这猫可爱。我不是怕它，我找你。咱俩猫最起码得一个数，一个数多。这猫跟皮家的喂的那种猫品种不一样，可是。没有好大的猪让他家好。我跟你讲，你要自己喂的出来了，看有长毛的掉毛掉。还有三姐。这猫在哪儿？八百。啊？八百。八百。我跟你讲。大猫吗？大猫不卖。大猫卖不一张吗？我。这大猫乌泱泱的，哎，我好有。你看这俩，这是那一个花了嘞，这一次看，这你摸这啥？猫。猫。这个猫卖过了啊。卖过了嘞，那卖过卖着了，我给你放里边。你可认识没公的跟母的呀？认的，这是母的。那你帮俺看一下这俩，这俩哪个公的哪个母的？因为我不认识。多少钱那个？几百块。你看这个是母的啊，这个母的，你看那一个。这俩都母的。这是公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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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大卖的，这平常咱家的那一种猫不一样。家里猫20块钱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你这猫上饭的那个买的，它一只还得1200。不是美女，你加一下它的微信，到时候要什么猫能的话，你找它。啊？找它。猫一感觉也没。你哎呦，我给你这样讲吧。都是两个母的。我给你这样讲。要说你给这个猫能的。你拿回家，你们弄好猫啥，弄好猫粮，它现在连猫粮都吃。小的时候我都是喂的奶粉。我奶粉，俺家也养奶粉。我买，因为我现在不喝了，他现在不喝了，现在他吃猫粮。我家里养了兔子，我现在又养猫，养全了。完，错，这个是公的。你要说有那喂人，到时候不懂的，或者是需要配猫，我加你微信吧。我都背了，配屁呀配，我都给他接过了，我就闹了。他这都是两个母的，咋弄啊？到时候。不是，他们一公的。对，我意思一点不差。我喂一条猫，你要不加你微信？我也会呀。拿猫，你这回一到你从医院里边去直接一个给他打疫苗，打疫苗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河边准备抹那个河蚌，然后我们家说是叫河粑子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摸上这一袋子呢。等会儿咱们就下去摸。你会水啊？我不会水。你不会水下去哪去？淹着啊？我从边儿可管。我有办法。啥办法？我害怕，我不敢下去。这边上。我不会水呀、啊。我舀了一发，到你到里边我拉。我不敢下去。赶紧发声。好。你这咱们解开也把这绳，真算要我了呀？对。那不笑话吗？有我这样下水的没有？上紧了啊！你别一要是到深水区的时候，我一捞绳断了。放120个心，我肯定得拴个死棍儿。这不是你下水，是我下水呀。
我不会水印，我不会游泳，扣咱们扣子扁起来露出来鸡大腿印。好，这不然让那裤子咱掉下去，咱先找找哈。别转身，解释不解释，别转了。哎呀，看有没有哈。袋子放那个没事。这边没有，走，过。对，你看你独自个有这个比你拴着更安全。有一个，看看看看看，哇，在这边直接捡一个，洗干净哈，让人看一下，这刚才出来的。我差点撂倒你。你撂倒我咋弄呀？我离河边比较近，看见没有？看，让人清水冲开了一下。这根本就，哇，根本就不好摆，它会被咬人。啊，这个人活的，摆不开，看，可大这里面。这，不赖吧？看，比我的拳头，比我拳头还大的，咱搁在这。里面还有的，给拉好，别光拍，我都不敢下去。这点声儿呢，潘然。这水其实不用混，这样直接看的就可以看到这个河蚌。如果一混混都不好，都不好找了，就用这个眼看。这个比刚才那个还大呢。哎呦，这真大！看，看我。看我这眼睛皱了。看我这个，看我这个大不大？看。我去。这特别多，你看，根本都掰不开啊！我没见过这里面长啥样的。来了，你数。这肉多少斤？这肉多少斤？这里面全是肉啊！这家伙的手，你看，不一会儿自己就合住了，说明这个是活的。比较新鲜，看这两个，看见大小了没有？这个比较大啊，这个稍微小点。这还有一个嘞哈，来记，看，又摸一个大的，哇，我感觉这里面应该有珍珠。还有奶茶的。这奶茶这真的啊，这么大里面能没有宝贝吗？人家珍珠不都搁在这里面吗？我再瞅瞅哈，是摸一个怪多的，在河边摸的，一个这几个大，这几个特别的大啊，三个四个五个。不一会儿就摸了五个啊，两个超级大的，走，装起来去。真大！不快。这皮是啥样的？出来了，这就是肉，看，自己给又跑到里面去了。好，你摸一下。这咋弄啊？看，这马上满满一袋子了都。忘了开个三轮车来了，这开的是电瓶车，这拿不完拿的，小的不要了，回家再整呢。
我点了，我点不进来，点不进来，太重了这。好了好了，一下子装不完了。记不住了。谁装不完了还？真装不完了。小点就搁铁盒里边去了。好，你那不还有一个袋子呢吗？我没拿袋子。嗯。没有，都这一个袋子。这扔里边，扔河里边吧，装不下了，别扔了，扔河里边吧，小人扔河里边。还能小嘞？再不完，比上回弄还多。天哪，我这都挺多的了。让它继续长，它应该还会繁殖吧？这。真重，你可能扛动啊！你忘记了，师傅，还是男的用劲。我弄不住啊！走吧，回家了。